欢迎收看云龙子廊外有话槟城版，我是这次画展在槟城站的策展人 Gibson。 今天云龙子廊外有话终于来到了海边，但我们不单纯看海，而是带你们在一家很特别的酒店欣赏云大师的风水艺术。我也不卖关子，这家酒店是香格里拉集团的塞扬度假酒店。这家五星级酒店除了依海而建，还遍布着百年雨树葱翠的树冠，在开阔的热带花园中迎接热情的海风，雀翼指数爆表。这里的利益并不是为了点缀酒店的装置，而是在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及推广。因为在这酒店的花园中有过百种植物等着你去认识，而且这些植物不仅获得酒店的细心栽种，住客还可以扫码登录酒店的网站查询植物的品种及特色。这也包括我身后的这一棵百年老树的详细资料。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不是酒店唯一的百年老树，我们现在就来扫码看看酒店是如何细心的介绍这些植物。如果你觉得保留百年老树打造偌大的热带花园已经很了不起，接下来我要介绍的酒店特色会让你对这家酒店更刮目相看。只要你走进酒店，你会发现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并不单纯是摆设，因为这些艺术品都有其历史背景及故事，而且也遍布在酒店各个角落的艺术品多达300多件，主要是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印尼及柬埔寨等国。换句话说，塞扬度假酒店也仿如一家艺术博物馆等着你来寻宝。更难得的是，这些艺术品的资料也已结集成册，出版成书。酒店以利益及艺术品为酒店增值的情况相当常见，但不把利益及艺术品当作点缀反而认真对待的酒店却是非常罕见。这也是塞扬度假酒店的迷人之处，只要一踏进这里，就连空气都仿佛在滋养着身心。这同时也让人意识到，当我们认真对待大自然及艺术所带来的能量，既修心也舒心。云大师的风水艺术也是如此巧妙地结合大自然及艺术元素，就算不懂玄学的人也能看个赏心悦目。但切开表层的欣赏面纱，这艺术品中蕴含的是玄学智慧汇聚的能量。我相信有看过云龙子廊外有话的观众都已经知道，这位就是云龙子大师。他是家族第六代风水传人，也是云龙子旺财馆的创办人。云大师在风水、风水艺术及风水文化上的成就获得中国中央电视拍摄成纪录片，同时云大师也是首位在中国长城主办过画展的画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此外，截至目前为止，云大师已在世界各地主办了14场的画展。
人第一次看云大师的风水艺术作品时，都会被惊艳到，尤其是绚丽的色彩及飞腾的书法，单看一眼就觉得画作很有朝气及力量，这是艺术给你的体验。但真正的体验是在你拥有云大师的风水艺术作品后，这一部分我是相当有感受的，因为在收到云大师的作品前，我对风水艺术的体验是停留在鉴赏艺术表层的体验，但收到云大师的作品，并不停地了解及研究后，我发现自己有很多的领悟，因为云大师把玄学智慧铺陈在画中，总能在你透悟时带来人生启发，而这些启发或许在人生中带来释然，又或对解决困境带来灵感，而生活就此变得更好。这也正是我之前说的修心也舒心。至于山羊酒店在住客体验这部分也下了不少功夫，除了之前我提到的这代花园及艺术品，这里的享乐设施可说是应有尽有，从谢无式泳池、健身中心、美容院、水上乐园，甚至是适合发球及击球练习的三杠高尔夫球场，都让你舍不得离开酒店半步。入住这里绝对可以做到足不出户都不觉得闷。至于我现在的所在位置，是可以用来进行婚礼的 Bayang Stay， 因为我身后这一棵百年大树就是 Bayang 树，即我们更为熟悉的名称榕树。听到这树名，是不是有点冲动想高歌一曲榕树下？我不会唱歌，但可以幻想一下，在这棵百年老树下喜结连理，感觉就像在电影《阿凡达》中获得生命之树的祝福，想想都觉得浪漫。不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这里的水疗服务，既是享受至上的 SPA 体验。沙洋酒店的七 SPA 坐落在酒店中的隐蔽临近角落，共有11个水疗别墅和一间瑜伽馆，而水疗护理项目包括有中国养生古法和马来西亚特色护理。每间水疗别墅都配有私人更衣间、护理师和私人花园，并由30英亩的茂盛花园围绕着，感觉在这里真的可以回归大自然，吸收天地灵气。我之前曾多次提过，云大师的风水艺术核心概念是欢庆主义。我们要欢庆什么呢？除了欢庆财富，云大师也欢庆人生一切值得欢庆的事物，这包括健康、爱情及兴趣等。因此不管是风水书法或是风水画，你都可以从画中看见奔腾万里的欢悦气势，而且从来不缺红色的点缀，因为红色在玄学中代表着喜庆及吉祥。当然也有人会说，玄学中的红色也代表着警示，因此相生在这里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任何事情都有一体两面，有阴也有阳，所以相生相克也就是成功之道。而云大师的风水艺术就充分发挥了相生智慧，不管是在荧光下体现的日夜两面，还是表层意义的暗藏玄机及实力，都一一彰显着云大师的相生之道。因此相生相克也是一种平衡，而讲到平衡，饮食平衡也是养生之道。而在乎住户体验的沙洋度假酒店在这方面也不马虎，而我现在的所在位置就是酒店的 Smile Market Cafe， 在餐厅的入口处就会看见许多香料及本土特产，当然还有云龙子廊外有话观众并不陌生的异香麻油。
这个依傍在热带花园的餐厅，可供住客在此享用早餐、单点午餐及自助晚餐，而且是通过开放式厨房与食客互动，并供应当地和国际美食。如需正式场合用餐，这里有一家被马来西亚旅游局评为最佳国际餐厅的 Friendly Grill 餐厅，而这个餐厅自70年代开业以来就保持优越的口碑，从备受欢迎的烤牛肉和纽约菌布丁，到新鲜出炉的面包和糕点，如苏瑞特可丽饼和巧克力慕斯，都让人回味无穷。山羊度假酒店拥有304间高档客房及套房，并分布在花园驿及拉萨驿两个以传统明兰卡包风格建造的独特一楼。花园驿靠近热带花园及大型泳池，而喜静的住客可选择升级到拉萨驿，这里每个房间均配有一个大浴缸，并可一边泡澡一边欣赏外面的美丽风光。同时这里也设有拉萨驿住客专用的成人专享泳池，以及享用果盘、美味下午茶及晚餐前鸡尾酒时光的拉萨驿贵宾廊。我现在的所在地方是套房的阳台，对，真的是套房的阳台。在这样的美景当下，怎么能够错过香槟呢？更何况罗兰百悦的香槟与银大师的风水艺术有着深远的关系，因为这些风水艺术作品的基础是香槟。云大师的风水画都有至少三层的基础破彩，而破彩技巧可以追溯到中国唐代，即泼墨法，就是画家通过毛笔蘸墨，再让墨字在宣纸上散开。不过云大师的破彩方式有所不同，云大师将原料放入罗兰百悦香槟后，摇晃酒瓶，再把酒喷洒在宣纸上，当酒接触到宣纸时，香槟中的泡沫就会带着颜料散开，并形成不同的颜料层次，是非常独特的作画技巧。更重要的是，这是罗兰百悦创办200多年来首次与画家合作，而我手中这一瓶拉库威就是他们的看家产品，在酒庄创立之初就已经生产。大自然及艺术被很多人当作点缀品，但其实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日常，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大自然及艺术。越是认真对待大自然及艺术，越能体会大自然及艺术带来的好处。谢谢收看云龙子蓝外有话，我们下回见。The Arts Beyond Museums series and Master Yun Longzi's Feng Shui Art are proud to be sponsored by Le Hong Perrier. For 200 over years, Le Hong Perrier has not worked with any other artist before. When you purchase a piece of Feng Shui art exhibited in this Arts Beyond Museums series, you will also be getting a complimentary set of 5 different specially selected cuvées of Le Hong Perrier Champagne. The La Cuvée, the Cuvée Rosé, Brut Millésime, Demi-Sec Harmony, and the Cuvée Grand Siac, so that you can enjoy the taste of elegance while basking in the prosperity of Master Yun's Feng Shui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ies. Cheers to prosperity and elegance.